什么？露露离开？对？哪里说的？哪里说的？哪里说的呀？怕微博怕了？我操呀！露露心态爆炸了吗？是不是看到臭比那样就心态爆炸了呀？因为臭比合同到明年，臭比合同到明年，是不是想跑了？两把尾，我觉得是你最近几天线上打的最好的一把，但你那先锋回的确实有点慢。哎呀，他打不了线，根本就。我打不了线啊。他在附近。妈三级的妈，对面中野都往上跑了。说你鳄鱼那把呀。选个大树打，打个四感觉很笨啊。冲了。冲。直接冲。这么多天只有一把是吧？啊，你卡天是吧？哎，完了呀！今天刚哥不打了，他被打炸了，心态。来下面，直接过去吧，直接过去，兄弟们，直接过去。开超呀！过啊！没有进。开超呀！快！无敌！你冲！我操！我他妈被他一了，我赶紧闪！我全部晕到了！哎呀！四秒一，三秒。5秒1，快点！1秒 Q， 5秒1，4秒，我赶紧 Q 住他们两个先。怎么说？啊！加油！妈他妈 AD 的呀，把全杀了！我在跟刚哥说，没事，刚哥加油。我哈哈哈继续下吧继续过来这里，就他要跟他就要跟他转一遍。欢迎来到你们老师走这里啊，我没动要瞄准过去。 Sorry， 先走，你们先砍上去，让我在第一个就可以了。走，我操，不是疯掉了，我 Q 到了吧，拍完也算了，真的没关系，拍完也转个眼。5秒，你进来报一下进来。我有意的呀，慢点！哇，他直接破你了！算了！转闷的，转闷的，你难的！我操！你妈！他有点细，你，我感觉你像是直接闪现晕，真的，你闪现晕，我直接就把他杀了。我回不来呀！我闪现不用回来，打到底，真打到底，不用回来。是啊，你盘完他的眼走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非要打呀？没懂。真的过来，我到了。奥利给！你都这样说了，我不中，我感觉不能玩这个了。不中，那也没办法，好吧。他没闪，没进化，你肯定能 Q 闪中啊。我跟他换波血。你们两个都交大了吗？没，他没交，他很残。我操，这还可以。但他有果子啊！你快走，大树去了。哎，他 Q 闪了。狐狸也来了，要打吗？怎么说呀？先锋肯定不要啊，他太屌了呀！大树快下来吧，下来给点压力吧。我会下来。他太屌了。他一滴应该快六了。你别嘎了吧！猛跑啊！他怎么先锋都不打来抓我呀？他本来就可以优先抓你啊！你要推线，他就想可以抓你。怎么感觉魏还在上？我只能先看，我只能看一条路。看一下吧。我有加血。祝下次好运，加血！我补啊！中路这波抢线。我必须阻止他们成悲剧。啊！我跟大树都有鸡的。哎，这里。AD 没杀 ，AD 没杀 ，V 没打 ，VD 没杀 ，V 没打。上！他没有那个的。慢点，太中塔吧，这样真太中塔，听我的。那你放先锋，没事，就轮放不了。看一下。哎，我绕，哎，没闪的，辅助没闪的。A 点没闪，辅助也没闪。
我好痛。心痛啊，我都说了没那么好打。哎，不好打的吗？巨好打，这要是能打输真别玩了。随便打，肯定别马后炮啊，仙太塔。没有没有，真好打的。我感觉们也挺好打的，我这不真挺好打，不是马不马中吗？你怎么还有大呀、啊？我操！没办法，锁头，锁头是真没办法呀。哎，要锁大龙。他们打不了，很难打。他们打不了，很难打。他们很难打，他们是 POG 的。库里梅尔，守塔。哎，不是不是，维鲁斯梅尔，然后维梅尔。感觉你们谁要大一大树可以啊？哎，我看一下。打闪。哎，可以。可以了。我在靠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哇操！不过还行吧，他这样锁我头。慢点别急，杀人慢点，都在里面，别急。维鲁斯特别残，看我、哎、不错，慢来，龙在打，不急，他们打不来，还有一段大，别急，还有一段大，两枪。啊，奇怪，我打不了。哎，里面的人为什么这么射的快呀、啊？慢点，等狐狸大消失啊！小心他要开你。狐狸没大的，再慢一点。七千，要直接开呀、啊！最好直接开，不然一直会被碰、啊。看你们。要不杀了人就。AD。好锁。大龙，没办法了，感觉去一个推线吧，他们抢不了大龙了，去一个推线。苍穹都退了，大龙，那就等下一个 Q 摸捡就行了。这边视野锁住他们，你就带上。OK， 我就带上。他们应该比较急，想开了。他们很急的，我来大树大了。他没有 Q， 没有 Q。我冲入了，他们冲上。冲！妈的，找军宝吧。哎，救命！失败了呢。我的。看过。我的。慢来，我相信你们。冲被控死了。操！一波不了吧？你要龙杀完他吃龙。哎，双龙会，别急，千万别急。臭味来了。我看他吧。我先看他。我死不掉的。没事的。他想泡你，我闪，我知道。没事，你再重新没有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包了。哎，他没闪，大，我死不了。AD， 没血。AD 死了，不用管。狐狸没闪，狐狸。想知道未来？大龙，哦。大龙。杀了，宰了。我觉得可以一波。你算了，踢过去。没跌了，这个踢过去，你踢过去。哎呦 ，nice。哈哈。啊嘿。康佳，你像个臭鳖了啊！注意。超威来了。